本人加为也准类型编制，下线辅导、秘书、人事、会计，定分120元。二、安置人民编组11411元，1266元，编成五个外籍人员，10000元内含单薪外籍人员3455元。好，大家为我们好，欢迎院长，祝院长新年快乐啊！谢谢，你好，你好。好，院长跟夫人哈，谢谢。院长跟夫人来看各位，看各位哈。谢谢。我们谢谢院长和夫人，谢谢新春快乐哈，新年快乐，来来来，给大家拜早年啊！院长夫人，我们院长的夫人来看你啊，快点来看各位啊！你看你院长都因为休假的时间都不休啊，来看我们呐！来给大家拜早年啊！院长来看各位哈，是院长夫人，院长哈，拜个早年啊！各位新年快乐，谢谢，各位新年快乐哈！大家好，大家好，啊，拜个早年哦，一天到位。院长好，啊，院长来看各位，院长和夫人来看各位哈，哎，向各位拜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哈，对对对，好，过年好，过年好，啊，院长看各位啊，过年好哦，我们谢谢院长啊，谢谢院长和夫人。袁明先生，院长犒赏我们慰问金10000块，给我们加持。谢谢院长，我们谢谢院长，谢谢院长，谢谢院长，副院长，谢谢院长，副院长。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我们大家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啊！爱我们的国家，支持我们的政府。大家同心协力，来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明天。各位老弟兄们，好不好？好。谢谢院长。好。谢谢啊，大家新春快乐，啊，健康。嗯，怎么样？哦，哇，还有宋省长。还有省长，省长也慰问各位，有慰问金的，过年慰问金招标。谢谢省长。孙主任委员，还有我们洪副主任委员，他是彰化人。赵秘书长。还有赵秘书长也是彰化人，还有我们蒋副主任委员，哎，你是不是彰化人？是部长。你也是部长啊？啊，一年好。那个，彰化的香气都给你带来了。谢谢院长。还有两位啊，一位林委员，一位尤委员。哎，林委员都来了。把手举起来。郑绍荣，陈委员，哎，他太太叫做尤月霞。啊！县长，张华生县长，有慰问金，来跟各位拜年。谢谢院长。大家保重，大家保重，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非常好。孟家老人，我正代表代表家是最高人民币权将这个孟家这个孟家为安定老人的生活救助无不呼吁全村民团结跟智慧哎呀各位在下面是为了这个去一切是是给农村安阳改观各位安阳206人男的太老人108人啊，这
说，我跟靠着说，临时反应，检察院长先抱歉，爱人，对啊，比较低啊，也是海南的来，但是我们是有药，还有医证的，有几款医证的，不敢不带来医证，是吧？几乎都是药。这个孙姐的，嗯。还要跌啊！啊，不用了，不用了。孙姐加起来。资深的国民，这个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农历的春节，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们各位在仁爱之家生活的情形，所以特别今天接同行政院徐副院长、内政部黄部长、农委会孙主任委员，还有我们行政院秘书长赵少波赵先生，以及退伍会洪副主任委员、联考会，还有很多仁爱之家各位资深的先进国民，来表示我们的一个贺节的意思，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非常的愉快，一切都如意。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协助照顾，我们应该来尽一切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个目的。那么今天看到大家，大家都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精神都很好，我感到非常的安慰。我再一次的代表所有的今天来访问你们的客人，向你们来做一个拜一个早年，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那么一切生活都非常愉快，也谢谢社会处给我们这样的安排。欢迎阮县长。对啊，要跟我俩来的够两个弟啊。好嘞，好嘞，好嘞，好。我们另外去说的。阿弟，个随便个工作。邱先生的妈妈，儿子啊，妈妈，哎，这位农户啊，这个种的花卉啊，是有0.5公顷，也就是5分地，徽州菊，就是院长啊，这个右边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徽州菊，哎，徽州菊，啊，徽州菊啊。哎，也红的、黄的，这样子，对，太阳花，对对。那这个在目前呢，在全省呢，大概只有40公顷左右，种植的面积并不是很多，要这样子，每分地呢大概，所以，但是呢，等一下呢，院长可以看到啊，外面呢，一般的菊花在露天栽培的情况不同，所以要有一点设施，要有设备，
所以要拖住人一些做几个亲手吃饭啊，他的父亲恁两位个一定要干，来干拜年，拜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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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你带你点小，哎，你嘴杰看，对，来来，在哪里？在家，诸位大家会不会太激动？稍微过来一下，不然可能照不到。来，太近了，太近了。来，大家往后退一下，好不好？各位记者大哥，好。来，这样好。等一下，再来进去哦。来，这样好。来，对对对，好，这样好。哎呀，你们走了。蹲下来没关系，蹲下来，前面你蹲下来没关系。哎，干嘛的？啊，没有什么污染，这叫非洲菊啊，这样就可以了。真的，这叫太阳是吗？太阳花，太阳花，俗名啊，俗名叫做太阳花，就是非洲菊啊，非洲菊。来，先镜头看这里。这个跟这个橘子不是，这个是经常说的，你都一年在这边经常说。哎呀嘞，一个五十只，百个五十只，一个五十只，这个一株一片，一片的上下。我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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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你闺女，这个干爷，哎，九年啊，下面我的闺女，非闺女，闺女哈，三哥，哎，那你班会就高一，哎，三哥，三哥吧，哎。三个吧，哎，三个，还是你高一啦，哎，高一，啊，你市面上卖偌济？市面不一定啦，起码过年可能炒十块啊。哦呀，咁咪讲，咱这树头吼，正月半后就炒十五块啊，一枝树一百树十五块，一枝块半，啊，啊，上好十块。好好，哎，今年赚十块啦。对啊，就是这样。两年至三年，这个资本来这边都是官窑，天花。哦，文家应该是，但是因为呢，这个天花各方面正常的话，对，也是赚钱。对对对，赚钱。哎，精致能量，光明能量，对对对，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你，谢多嘉丽。正午高赞，鼓励耶，高赞，多嘉丽，多嘉丽，多嘉丽。